第26题，如右图，若蜡烛甲在透镜远处逐渐向透镜的焦点 F 靠近，过程中距离均大于一倍焦距，请问在镜后的成像会如何变化？老师上课提示过，也请同学要背下来，越靠近焦点像越大，在焦点无限大，那么所以当它逐渐靠近焦点的时候，它的成像就会越来越大。第26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在镜后的成像会如何变化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成像逐渐变大。